我也没投啥呀，我也没投啥东西啊。要讲实话哟，我们都有监控的。你有一天晚上拿人家鸡蛋，你想起来没？我跟你说了，我没拿，我怎么吃鸡蛋？这有七八十个呀，这个。啊，我每天早在社区还拿来，我二好大姐又给我拿呀。我上个月我又买了，我妈蛋骗你。